妹妹吃虾，嗯，要吃在漂浮餐。妹妹，你不是说不喜欢吃虾吗？我只吃的，我好的虾呀。最喜欢是我天天给你剥。啊！姐姐，我们吃饱了，出去玩。好。看你脸上一脸的油，是给你洗，还是给你擦一下虾？这小脸怎么红红的？是小脸呢，是痒痒的。肯定是最近加温了，家就开空调，既冷一热，小脸受不了了。试试看这个面霜吧，最近天冷，我特意在网上查的，说里面添加了高纯度的红没药醇，舒缓保湿，比一般的更有效。你家吃好吃些糊呀？那当然了，它只有9种成分，没有香精、酒精，和小孩子吃的辅食一样干净。就算是像现在这样不舒服的时候用，也很放心。还是真空按压的，每一泵都很干净，你们也不会挖的到处都是啦。真不错哎。那当然了，红色小象是多年的国货老品牌了，你们小时候我还给你用过嘞。我给你用。妹，等等我。原来是不放心妹妹自己玩，对妹妹总有用不完的耐心。